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先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继续学习海贤老法师的表法。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称赞如来，老法师首先呢提到家庭一家人，父母子女三代同堂还有老父亲老母亲一家人互相赞叹家和万事兴。我们在学习老和尚这些教导我们要随文入观呢能够当下关照自己的家庭，自己伦常的关系，肯呢闻教便行听到这个教导愿意马上去做那这是有福报的人。福在受戒呢，接受老和尚的指导劝谏，老人家这样讲对，我要依教奉行了，尤其呢，这些教导随顺我们的信德。这是挚爱的。我们不依经典，不依老和尚的教导那就随顺烦恼了。就不挚爱了。那我们不挚爱佛菩萨老和尚要帮助我们了。爱莫能助了。只能在旁边呢等待机会佛菩萨是法界身呢遍一切处什么时候他帮得上忙呢我们肯随顺他们的教导这个加持马上就到了所以加持的根本呢是自己依止的老师密宗讲的是上师那我们汉传呢就是自己依止的老师所以知止而后有定我们观察一下我们每一天心定不定心不定，事情能不能处理好？我们也得反思，我们每天处理的事处理的稳不稳妥？都是心去处理的。所以，心
是事情成败的根本。所以要把心护好了，心要定啊，心一慌乱呢，好事都变坏事了。哦，那要定啊，要知止。哦，那老和尚有说，止于西方极乐世界。哦，对这个世间人事物啊。啊，我不贪求了，不留恋了，止于极乐世界了。这样没有得失心了，你用平常心处事待人接物，哎，能把事处理好。啊，可是得失心很重啊，处理不好了。啊，对世间呢？哎，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啊，都放不下。哦，所以止于极乐世界呀、啊。哦，那这个世间是是非非啊，跟我没关系了。哦，我不跟任何人在对立了。哦，我起个念头，一言一行啊，都是为了净土为归。哦，那这个人的心也能定了，他止于西方极乐世界了。哦，那我们想想看呢，昨天还有为什么人事物啊生情绪？那我们还是没有止于西方极乐世界了啊。跟这个世间呢，还打得非常火热啊，一点芝麻蒜皮啊，我们就上火了。哦，那我们说我现在阿弥陀就来接我，我就去了，那骗自己了。啊、哦，那世间你要放得下阿弥陀，才接得走我们。所以这个净土为归啊。时时关照啊，就提醒自己啊，要放得下这些忧虑牵挂。哦，那李炳南老师讲知止啊，哎，又有教导到啊，哎，止于你最佩服的人。哦，那比方以承德来讲，啊，最佩服老和尚。哦，哎，那为什么知止能有定呢？哦，比方说遇到事的，哎，老和尚会怎么考虑啊？老和尚会怎么说？老和尚会怎么做？啊，一起这样的心境了，就不容易随顺自己本来的。习惯了，哦，本来习惯很容易起情绪了，哎，现在想到了，哎，老和尚会怎么做啊？哦，可能脑海里啊，还会浮现，啊，他老人家的身教，老人家的言教，那是。养成这个态度了，那他老人家是随时在加持自己了。哦，所以我们现在经营家庭关系呀、啊，啊、哦，哎，落实普贤行啊，哎，要想到他老人家怎么做的，怎么教的。哦，那大家，哎，也都可以啊。啊，止于你最佩服的啊善知识啊，你考虑事一言一行呢、啊，啊，都效法他，就会感觉自己比较定了，定而后能静，这个心才静得下来，静而后能安。
我们的心才能安定下来。啊，心安呢，才能理得啊。不安很急躁的时候，一句教诲也提不起来。那安而后能虑。哦，所以我们，哎呀，这是我想想，你的心还没有定静安呢，你要虑也很难。大家总结总结，我们以前呢，慌慌张张做的决定，妥当吗？啊，可能后面还得收拾残局啊。啊，护好自己的心啊，就护好了自己的家了，就护好自己的团体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用当机者啊来接受老和尚的教诲。哎，这段话讲给我听的。哦，一家人要互相赞叹的。哇，马上关照，哎，我对我另一半呢，有没有多赞叹他？啊，普贤行啊，只有赞叹哦，没有批评毁谤哦。啊，哦，这里也随喜啊，有个同修。啊，他是文教并行啊，列了他先生呢100个优点。啊，我一看，每一条都认真对待的啊，不是这个赶作业写出来的啊，字里行间啊，很用心啊。我再问问他，啊，愿不愿意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好，这个是很能互相赞叹的，才能家和万事兴。好，一个团体里面呢，互相赞叹，这个团体啊，决定有前途啊！哇，我们看到这里了，哎，那我现在工作甚至修学的团体啊，哎，这个风气有没有？互相赞叹，哦，想一想，好像不够呢。啊，接下来呢？哎呀，都是那某某人、某某人的错了。哇，你看一想想偏了，啊，见人家的过了。啊，现在的风气啊，没有互相赞叹。哎，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了。哦，不然我们听了这一段，拿去要求人了，那可能造成大家家庭团体的困扰了。哦，那我就在这里啊，先忏悔业障了。啊，讲的造成这个流弊问题了。嗯，哦，那一天听一位女士讲，哦，她另一半很生气呀，啊，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你都不听啊？怎么陈德法师讲你一次你就听了？哦，大家注意啊，假如我们学佛学的说老和尚的话我才听。我看你也没听老和尚的话，啊，老和尚讲什么，人家讲的对，你就要听了，那有什么？老和尚讲你才听啊？哦，再来，老和尚讲，学佛首先扩宽心量啊，那你心量大了，怎么人家的话你都接受不了呢？哦，而且老和尚又说了。啊，你学的佛啊，你家庭不和谐呀，你学错了。
这个话不能跳过去吧？哦，我们学的时候说，牢上的话我才听，这个都不柔软呢、啊。哎，啊，我们学佛的人是，人家讲错了能包容，人家讲对了，哪怕只有一句，你就接受这一句。人家要看到我们的度量了，看到我们的涵养了。哦，所以这个文法，一来我们是当机者啊，啊，再来呢，要用中恕的心境来受持。哦，比方说，哎，团体要互相赞叹呢，哎，严以律己，哎，我来带头。啊，宽以待人，啊，他们现在可能呢，啊，积累一些苦闷的事了，哎呀，他们称赞不了，不怪他们。忠是严以律己，恕是宽以待人。哦，那老和尚说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呢，亦如是了。啊，如果里面呢人彼此都有成见呢，谁都不服谁，哦，那这个团体啊就快要瓦解了，啊，要彼此没有信任了，啊，自古皆有死啊，民无信不立了，啊，信任重要啊，啊，谈到信任呢。首先呢，要信任自己不信任自己了，就怀疑了。啊，怀疑是愚痴的核心啊。所以我们起烦恼了，都跟怀疑有关，都跟呢。不够信任自己，不够信任他人有关。哦，有一个年轻人，哎，那一天他听我讲话，谈到要立志啊，要有道义啊，亲戚朋友这么需要帮忙，结果他流泪了。哦，因为他觉得这些很应该做啊，可是他觉得自己做不到，我说你就是对自己没信心的，哦，你看那种流泪不是感动啊，那种流泪带着一种伤心在里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句话我们要重视啊！啊，要把信心建立起你对自己有信心呢，就会多鼓励自己了，给自己打气了，找方法去突破了。哦，你对别人有信心呢，你就会很用心去欣赏他的闪光点。去赞叹他，啊，去协助他，成人之美呀！啊，我自己这个信心呢不足，啊，从小到大啊，有一个全校第一名的姐姐，哦，这个要有信心不容易啊，再加上呢，没什么才华，活了20几年了，还很没信心，常常问人家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问这种话，基本上没太有信心。哦，朋友说，你要听真的还是听假的？啊，听真话，
心脏还要比较强一点。后来遇到老和尚啊，我就觉得，哎呀，很敬佩老和尚这样无私无我的人。所以对他老人家讲的话呢，不怀疑，我都不肯骗人了，怎么可能老和尚会骗人？那佛菩萨也不可能骗人。所以老和尚讲的话愿意接受，佛经里的教诲愿意接受。那老和尚常讲，也是佛啊开悟的第一句话，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我也是众生啊！所以不怀疑这一点呢、啊。有无量的智慧德能福报啊、不自卑了哇！这个法药到病除啊，这个药很厉害的啊、这不自卑了。有如来智慧德相了，但以妄想执着啊，不能证得。但是我还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妄念啊，那还有这些习气呢，不会傲慢了，不自卑也不傲慢了。把重点放在哪呢？六根接触六尘。看得到啊，妄想分别执着啊，要肯把分别执着放下，可能起心动念还放不下啊，但是分别执着啊，立誓练心，练什么？练出放下分别执着的心啊，你能放得下自私了。这个为他人想的慈悲心就比较能提起来，放下对人的成见，真诚心比较提得起来，放下有所求的心，这个心就比较能清净了，放下傲慢了，比较有平等的心了，恭敬的心了。也随着放下这一些习气呀，好像自己的一些潜能呢，慢慢透出来了，那自己也会感悟得越深，信心呢就跟着提升起来，那可能我说，哎呀，你看我又不行了。不行啊，要针对事情找出问题来。还是我念头里面呢？恒心不够啊，毅力不够啊，对人的信任不够啊。把这一些怀疑的心念要放下。这种气馁的烦恼要放下。这些。分别执着放下了，真心慢慢就透出来所以障碍不在外面，障碍在我们的心上，妄心，但它是假的，所以我们假如感觉，哎呀，自己被烦恼笼罩了，马上。你也可以画一幅画啊，画达摩祖师啊，把手拿出来，将心拿来，老身帮你安啊。我怎么找不到不安的心？它是假的，妄心啊。你把它当真了，它才干扰你。你正念现前，邪念就污染不上了。好。
哦，所以我们呢，要信任自己，啊，也进一步啊，信任他人，啊，老和尚也提到了，哦，我们看历史，啊，中国过去这些朝代衰亡的时候，都是君臣群众啊。心里想的不一致了，意见很多，灭亡了，啊，最后结果啊是灭亡，啊，如果这一帮人志同道合，一心一意，啊，他就能建立一个政权，能建立一个国家，啊，就是从历史让我们感觉到。团结的力量啊，非常大。啊、哦，佛陀有说啊，四个人见和同解其实就是四个人呢，都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说难。不难，说简单呢，也不简单呢。我们还是这个我们很强啊，哎，我觉得怎样才对？很固执啊，哦。这个固执当中啊。也是带有傲慢的，啊，我慢高山呢，法水不入啊。其实我们不容易啊，接受别人意见呢，可能根源呢，我们想想，父母劝我们的，我们听了没有？改了没有？哎，人与人的关系呀、啊，问题呀、啊，可能源头都在跟父母的相处上。啊，我们建立一个态度啊，哎，都要把病根找到。我是真要解决问题。啊，我学佛了，我不打迷糊仗了。啊，不能稀里糊涂过日子。哎，昨天啊，有个同仁呢，啊，摔倒了，哦，当然我们要先关心呢，伤势，哦，看有没有大碍，哦，那诸位仁者，假如是你摔倒了，你会想到什么？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那这个都是把责任推出去了。啊，一个人会摔倒啊，保证你当时候的心不是定的。你看，修行没有小事啊，你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在提醒你啊，也是修行的重点啊。所有的事没有离开两个字因果。哎，我今天发生那么多事情啊，原因出在哪都不知道，那到底去哪修啊？那就代表我们没有形成一种对因果的关照。你看《见惑》里面呢，戒取见，从果推因推错了。见取见，从因推果，推错了。那假如我们每一天这个因因果果自己都搞不清楚啊，那每天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佛法是觉，在哪里觉？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现在有一个道场啊，每天在给我们说法。哪个道场呢？我们这个身体啊，比方说你今天胃痛了，原因出在哪？个性容易紧张，这要不要改啊？再来呢，饮食没有规律。这个比方说晚餐6点、5点半就应该吃了，拖到8点多9点，结果一吃又吃很多，暴饮暴食，这样胃怎么会不出问题？胃有没有在给我们说法？所以这个身体是不是道场？是不是可以反省出我们很多问题点？你不善待你的身体，你真的能善待别人吗？你对离你最近的身体，你都不替他设想，不感受他的状态，那我们就特别能感受别人的状态啊。这个密在汝边呢、这个修行的重点在哪？不是太远啊，不要向外去求了。懂得反省，懂得关照啊，每天可以从身上，从每天发生的事啊，得到很多提醒。得到很多领悟，所谓悟是什么？发现自己的过失啊，要开悟了。我们今天跟他人一谈话，闹不愉快了，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讲话哪里讲不对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哦。今天一对话不愉快了，自己铁定还有要修正的地方。可是我们往往都觉得我才讲两句而已啊，他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干啥？都是别人错了，要觉得。要找到自己的问题呀、那才叫修行，不然还是都打迷糊仗了、比方，像陈德出家了，人家都叫我们法师啊，那你可能就习惯都给人家讲法了，那《金刚经》说不能住相啊，住在老师位了，你可能教人就过高了，教人以善，勿过高，你对人的要求太高了，一提醒呢，人家理解不了，那还是自己的问题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是让别人做的，得要自己先做啊，不然铁定没有人服气自己了。藕益大师说的，专求己过啊，不责人非啊。比方说我们今天把这一句专求己过，不责人非讲给别人听了，或者指正别人要这么做了，其实问问自己，我有没有专求己过？所以这么去思维啊，实在讲，没有时间说别人，要调伏这些
指责人家过的习气啊，习惯啊，真的不容易啊，要狠下功夫啊。哦，所以子贡在批评别人呢、啊。孔子说：“赐也贤乎哉？”啊、哦，端木赐，你很贤德了吗？夫我则不暇。哎，我自己啊，没有那个闲工夫啊。哦，比方说，我们自己，哎，因为一些事啊，起情绪了。这佛号都没有办法把它压下来，那我们念佛的功夫还差得远。哦，去睡觉，念头都止不住，念佛也压不住，心上还藏一堆东西啊，那都要下功夫啊，不然无常一扑过来了，自己又去轮回了。啊，一往内一看，啊，自己太多毛病习气啊，要下功夫。啊，而且也唯有我们下功夫啊，啊，我们亲人呢、啊，对我们熟悉呀、啊，我们下了功夫啊，哎，变化了气质了，大变一个活人。人家才会打从心里啊佩服信任啊、哦、不然我们是教理越懂越多啊，行为没什么改变呢、啊、越亲近的人越不服气哦，这个我们要体会到啊、哦、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哦、所以人家不服气啊，我们还得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哦、反省就是开始觉悟、哦、发现自己过失、啊、立刻就痛改，改正自己过失叫真修行，我们得真修啊，我们得真干啊，啊，这个修行路上啊，来不得半点虚的，啊，老实听话，真干的、啊，哦，所以真则不虚啊，啊，真则不假了。啊，我们都要从真实心中去讲每句话，去做每一件事，这样我们的真心才练得出来哦。啊，要不间断了，哎，慢慢功夫就练出来了。常常间断呢，这个功夫要练成了。可能猴年马月才练得成哦。哦，那这个这一段教诲啊，这个是历史啊，是一个借鉴啊，古今中外啊的人士。都可以是我们的老师了、哦哎、我们是要当身成佛、啊、榜样是善财童子、哦哎、我们也得像善财童子、哦、因为往生就做佛了、哦哎、那我们现在像不像要做佛的样子、哦、那这个就是善财的表法了，啊，师长啊，接着说了，古人所谓啊，三人同心，其利断金。
啊，三个人同心，啊，比喻那个力量多大，哇，大到这个风力啊，能断经。啊，这个金是什么？金属，能够把它切断。哎，这个就是今天讲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啊，现代科学家对这个很有兴趣，啊，都在研究啊这个东西。啊，我们相信呢，二三十年后啊，这个问题会搞清楚，搞明白。啊，现在所提出来的以心控物啊，啊，这个概念会变成事实。啊，那就是念头控制物质现象。啊，自古以来就有。啊，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了，我们没看出来啊。哦，我们学习老和尚这些教诲啊，哎，老和尚有看出来，闲工是佛菩萨来表演的。哦，所以老和尚讲了，哎，海贤老和尚啊，身体为什么那么好，有那么长的寿命，什么原因？啊，我给你们报告啊，比他老人家讲的更简单。啊，他老人家讲呢，得力于严持戒律，老实念佛。啊，我给大家讲的是两个字，心好。哦，啊，两个字就掌握那个重点了。啊，心好啊，身就好。啊，什么都好。哎，这个是在讲海贤老和尚哦。啊，心好了，所以身体好，活到112岁哦。啊，还可以上山摘柿子哦。啊，不是上树摘柿子哦。哎，那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表演了，哎，看得到是不是福报？啊，那看到了又不相信就没福报了。啊，善根不够了，都做给我们看了，我们还不相信。哦，啊，是海贤老和尚表演给谁看呢？表演给我看的，这样比较亲切呀。心里头啊，只有阿弥陀佛，好中之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他找到了，他很幸运，他老师教他的，哦，他很有德行，能听话，能把老师教导啊，永远守住。那我们行不行啊？哎，随文入关呢，我们行不行？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嘛。啊，很多人还没认识海贤老和尚，他缘不如我们，我们有福报啊，有因缘遇到了。哦，而且这一句佛号啊，真是好中之好啊，善中之善。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狐疑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哇，他一念，老实持名啊，全摄佛德成自得了。哦，那得的利益没有办法形容了。哦，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就变自己的功德。所以他成就快速啊，
哦，所以闲宫92年不改变，啊、哦，他的话呢不转弯，啊，就是没有改变，啊、哦，在听老师的话，啊，没有自作聪明，没有耍小聪明，92年呢，就是他的心。他曾经啊有这句话啊，我们后面啊记者有他说了，老佛爷啊，闲工称老佛爷就是称阿弥陀佛啊，老佛爷就是我老和尚的根呢、根能生万法。这个根呢，能生罗汉，能生菩萨，能生佛陀，能生阿弥陀佛。他的根是阿弥陀佛，他成就的就是阿弥陀佛。啊，一点都不奇怪。这个三根本，本尊是成就的根本。啊，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哦，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真的完全一样。哦，老和尚讲到这里了，大家欢不欢喜啊？啊，我们肯念佛啊，不久之后就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了。啊。愿生极乐啊，啊，很欢喜呀，啊，很快就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啊，生则决定生，故乡风月有谁真呢？啊，自是不归归便得，啊，故乡风月有谁真？黄金臂昼夜长垂。好，大家现在脑海里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把手举出来，要来接引了？啊，唯许行人独尾，就你要点头啊，你要肯呐、啊。哦，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这个遍救今朝成佛去。乐邦化足以贤耻啊！今天就往生，阿弥陀佛都觉得太迟了，不愿我们多受一天轮回苦啊！阿弥陀佛这样的心境，哪有我们回去他不接的？不可能。问题不在他老人家那边啊，在我们还放不下。好。37念做过了啊，这些话不能忘啊。好、哦，所以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真的完全一样啊。啊，不会认错人，但是面孔完全是一样的，身体一样，衣着也一样，随心所欲。啊，你想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一切法从心想生，到极乐世界啊，就兑现了。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所以从哪里修啊？从礼敬，从称赞，啊，这两个方面呢，去修去。哎，你现在想到谁就来气，你就先礼敬他，你就先称赞他，这叫修行人。啊，从最难的下，不然都是自欺欺人的勾当而已，没意思。
啊，回向名单里面把你一想就来气的人列上去。人修行了，警觉性要高，你想到谁还会有气啊？你不能往生的、啊。这个人世还牵着你在世间呢，啊，要真干，要从最难处刻下去。啊，什么时候修啊？一切时，一切处。啊，我们见人合掌，阿弥陀佛，哎，这就是。第一赞叹，这是我们对人恭敬，啊，祝福他，赞叹他，哇，我们合掌对人，阿弥陀佛，不能有口无心哈、哦，啊，这个阿弥陀佛啊，哎，祝福他这一生成阿弥陀佛，啊，或者这个心境就，哎呀，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老和尚说：“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这他本有的自信啊。”哦，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不能念成这个有口无心啊。我以前见过这个当官的人啊，跟人家握手啊。啊，要握的时候，那个头已经看另外的人了，他这个都变成一个习惯了。哦，这个只有动作啊，没有心啊，哦，不能怪他们拉票拉太多了，就选做官员也不容易啊。哦，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啊，不能有应付的。言语、表情、动作，哦，那啊，你跟他合掌念佛啊，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哦，所以我们念佛同修，通常养成这个习惯，啊，打电话一接呀，啊，阿弥陀佛，哦，所以。哎，很欢喜给人家打电话，就哦，对方一接我就阿弥陀啊，他不听也得听哦，当然不能强迫人家中奖啊，因为这是打电话哈，这个不会有让对方觉得你强迫他，第一声阿弥陀佛啊，最后打完了阿弥陀佛。啊，这称赞如来，啊，称赞他跟阿弥陀佛一样的佛性了啊，不必用那些偈颂赞叹，啊，一句话就好，这一句啊，人人都有，个个不无，啊，只要你会用，哎，这个用在哪？哦，比方说你家里的人汤倒了，啊，你本来都是骂人啊，你现在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要会用，哎，啊，所有会生气的都把它转成念阿弥陀佛，啊，你们家的人就觉得你大变一个活人了，好。哦，所以以后本来要骂人了，马上转阿弥陀佛啊！哦，慢慢你这个习惯就转了。好，第三呢，广修供养，啊、哦，常常存一个心，帮助一切众生，化解他的灾难。啊、哦，当然不止帮助他呢，解决眼前的问题。啊，我们。听闻佛法的，知道啊，要彻底解决问题呀、
一定要出轮回。啊，不出轮回，啊，你到了非想非非想出天了也没用。啊，寿命八万大劫，啊，最后还是又要堕落。哦，所以有帮助一切众生的心呢，可贵。进一步啊，帮助一切众生脱离生死轮回，这个才能解决究竟的问题。我们知道啊，这个三根普悲啊、普披啊、立顿全收的念佛法。我们可以帮助啊一切众生当身成佛。我们手上有这个法宝了。哦，所以帮助一切众生呢，都要以啊能帮他脱离生死为目标。好人做到底啊，送佛送到西啊。哦，你假如有这样的心呢，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不可能东摸摸西摸摸了。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同心啊！一切皆成佛，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心了。帮助他，成就他，利益他。好，佛法讲的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好，常常想到啊众生苦。好，帮助他离苦，帮助他得乐。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来的。啊，乐从哪里来的？啊，是觉悟来的。所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手段是教育，是教学。我自己做好榜样，就是教他，啊，做出好样子。好，因为我们做出好样子，你劝别人，人家相信了，人家接受了。假如我们只是讲了，没有带头做啊，那可能人家就打问号了。所以这个广修供养，老和尚说，对这个时代啊，最大的贡献，做出榜样。让人家起信了，像今天福州啊有办这个胎教班，我们有邀请这个王老师，他教育孩子18年，哇，这一门深入啊，18年，养育4个孩子。性情都很温和。因为我跟孩子们相处过2个月所以我可以作证没见过他们起情绪。那个男孩9岁啊，跌倒了，撞得很厉害啊，都没哭啊，也没抱怨。我都替他疼我相信啊，他今天分享在教育孩子里面提到夫妻的配合夫妻很融洽我们一个同仁一听完了，很感叹，
啊，因为我们这个同仁呢，他都带年轻人，十几岁的年轻人呢。这些男孩啊，阳刚气都不足。为什么呢？母亲很强势。哦，你看，女子的强势啊，不只会压到先生呢，还会压到谁啊？还会压到孩子啊。这一件事啊，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在思考了。啊，因为啊。啊，我母亲呢的同事都是老师哦。啊，结果呢，他们的小孩啊，我们小时候常常一起玩耍的。啊，我观察到不止一个，有一点娘娘腔，没什么阳刚气呀，都是妈妈强势。这样的孩子呢？我接着持续观察，不敢承担，所以婚姻呢，都很多问题。妈妈很强势，也很有能力啊，通通在那里处理，没有哪一天是个头，因为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哦，所以啊，这个。路不回头啊！谁替你救苦救难啊？啊，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啊？要回头啊！不能再强势了。哦，太太肯回头了。女子一回头啊，你的儿子的状态就不一样了。他那个阳刚气呀，就可以发出来了。所以古人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啊，这阴阳要配合好不能啊，阴阳啊有点错位颠倒啊。这个孩子要身心很安定了，不容易了。哦，我想这个啊，今天假如有参与这个课程啊的同修啊，应该会有蛮多的感触。哇，我就。啊，因为今天不是讲胎教啊，今天讲啊海贤老和尚表法，啊，我得克制一下啊，这个啊不能啊又好像啊在念30系念了，还是在讲胎教了啊，主办圆融啊，主还是学习海贤老和尚的表法啊，因为我们刚好论到了。广修供养了，好，那王老师给大家做这个分享，这个就是广修供养啊，自己18年教育孩子的心得，哎，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只希望听的人得利益，啊，希望下一代啊。出更多的人才，哎，知道怀孕了，啊，夫妻呀，就常常跟胎里的孩子沟通了，对话了，知道生命在里面了，看这对生命的尊重啊，还没生出来，就这么礼敬了。哦，哎，常常肯定他了。哦，包含孩子还小，哎，都用肯定的言语跟他讲。
哦，这个叫念力的秘密，刚刚老和尚说的。哎，你这些正向的语言呢，哎，都入了孩子的心了。好，哦，当然了，哦，人家18年用了3个小时分享，我们可不能只听一遍哦。哦，哦，那可能有人起个念头了，我也还没结婚呢，我就不用听了。你的心里面只有你啦，有没有关照到？啊，你就没有亲戚朋友结婚呢？哦，就没有亲戚朋友考虑要孩子吗？哦，而且这个课程的过程呢，啊，我们感受到什么？啊，对孩子的爱心，啊，对孩子的耐心，啊，对孩子的柔软。那请问，对谁不需要这样呢？哦，那王老师他是在面对孩子的这个缘，把他的真心练出来啊。那你会听的人，你就会把这样的心境用在你当前的缘分，用在对一切人。啊，老和尚常说：“你会吗？”其实就是会不会用真心啊。修行不就是为了修这一颗真心吗？恢复真心啊！哦，所以，哎，帮助众生呢，离苦得乐，真的啊！哎，不知道这些教育孩子的方法，你用错了心。后面一定会延伸出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逃不掉的。哎，他4个孩子都10几岁了，没有逆反的。所以你说现在那些数字，我觉得都参考可以了，你不要。一看呢，就变着那个相啊！现在说法什么？孩子逆反正常的，我感觉这个时代啊，正常的都变不正常，不正常变正常了。为什么？偏离老祖宗的教诲太久。其实偏离老祖宗的教诲，就是偏离了真理。哦，当然也是遇缘不同啊。哦，那王老师也是18年前遇到老和尚的经教，遇到应祖的天下太平之根本，遇缘不同。哎，有可能很多人跟5000年老祖宗教诲接上的缘呢，是因为你哦。哎，你懂了，刚好这些亲戚朋友跟过去生跟你缘深呢，哎，你讲了他容易接受啊，珍惜人与人的缘分哦，你没有缘了，你还帮不上忙哦，有缘了，你可以帮助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哦。可以帮助他当生了脱生死，到极乐世界做佛。哎呀，我们有这样的机缘，有这样的法门哦，这很幸运哦，很感恩哦。哎，啊，感恩佛菩萨，啊，感恩老和尚，啊，感恩要报恩呢。多供养众生呢，啊，佛菩萨欢喜，老和尚欢喜，啊，因为他们对我们一无所求
哎，那我们也要尽一份报恩心啊。好，来，我们做出好榜样来。啊，佛菩萨，这个叫真正的佛菩萨脸上贴金了。哎，亲戚朋友看到我们呢，有信心，相信佛法了。哦，所以啊，他把孩子带出去了，不认识的人都主动过来，哎，你的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你是怎么教的？为人演说了。哦，当然了，好，我们随时关照到自己的念头啊，我刚刚说了，哎呀，反正我也还没结婚，这个跟我没关系，你心里只有自己，都没有别人。哦，包含现在一听了，哎，做出榜，哎呀，啊，我现在孩子都不听话，有没有看到自己特别容易消极悲观？啊，修行就要改个性。你说，可是我现在孩子不听话，你孩子不听话，你的爱心、耐心提起来了，最后他浪子回头啊，那你还是转法轮，你还是广修供养，哦，你还会让同时代的人有信心，哎。我的女儿啊，以前啊，我的女儿没有她女儿那么严重，她女儿都能改了，那我用心了，铁定能改啊！哇，你看你给同一个时代的人信心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人生呢，不一定是。你拿到手啊，就是一盘好棋呀、啊，是吗？哦，你这盘棋实在是不怎么地，哦，很难下。可是你每一步都下得有声有色啊，人家佩服了。这也是广修供养，哎，好。哦，这个啊，曾经也跟大家提过啊，一对演艺圈的夫妻呀，啊，这个丈夫啊，这个艺术学院毕业了，搞了几年都赚不到钱，搞到都青光眼了，因为都熬夜嘛，啊，去找这些有关系的人喝酒啊，要。这个跟他们攀关系呀，搞了几年，搞到快青光眼了，哦，不是已经青光眼了啊，哦？哎，后来遇到佛法了，哦，结果开始布施了，哎，整个事业、经济啊就转过来了。啊，请问他前面走的那些路有没有白走啊？没有白走啊，所以最可贵的是觉悟了，啊，你觉悟了，你们家的法轮就转起来了，你可以做榜样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呐，你的家庭呢，可以做榜样了，啊，虚空非大，兴亡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代表着一个种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人哦。啊，我们能真正。依教奉行啊，做出榜样啊，就可以带动一大批人。
每个人都很重要啊，我们每个人在佛菩萨的眼中啊，都是宝贝哦，都是独生子女哦，啊，哦，你一觉悟了啊，愿意跟佛菩萨同台演出啊，那个加持的力量就很大。当然，你真的要同台演出啊。要调伏以前形成的习气哦，也不简单哦。啊，要大变一个活人，黄念祖老居士说的，要打碎重造哦。哦，哦，我看上去啊，有些比较年轻的同修啊，那个都是娇生惯养的样子。哇，你能变得？啊，很懂事，独立自强，哦，啊，本来大手大脚变得很节俭，哇，你所有的亲戚朋友对你刮目相看，哦，本来一道菜都不会做的，啊，结果亲戚朋友到你们家办一桌给他们吃，傻了，哎呦，怎么差这么多？好。哦，所以，哦，我们后面呢，普贤行者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啊，啊，诸位仁者要请谁啊？哦，我是这个20几年前的，好、哦，刚好在高雄净宗学会，啊、哦，那一天晚上啊，我去参加。啊，晚上的讲经啊，啊，那一天是道公长老讲经啊，啊，结果啊，我就留在学会啊吃晚饭了，啊，吃的过程啊，这个初发心成佛有余啊，哎，刚遇到佛法，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浪费，好、啊，有时间就听经闻法了，哎，道场里呀、啊。用餐的时候也放老和尚讲经、哦、所以觉得自己、啊、不如初发心勇猛、啊啊、当然觉察到了、啊、也不气馁，赶快提起更强的愿力就对了、啊、不要浪费在、啊、沮丧懊恼当中、啊啊、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当下转念就对了。刚好老和尚就讲普贤十愿，讲到请佛住世啊，老和尚算了啊一笔账给我们看，哦啊，全世界啊几十亿人哦，哎，能遇到佛法的有多少啊？啊，遇到佛法又是正法的又有多少啊？啊，遇正法啊，又是大乘的啊，又是大乘当中啊，可以当身成就的念佛法门。哦，你看这样下来啊，全世界有多少人有这个机会啊？哦，那诸位仁者，我们有共同的机会哦。哇，那我们那么幸运呢、啊？那要珍惜这个缘分呢、啊，知缘惜缘，要造缘了、啊，啊，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啊。一个人没有责任感哦，菩提心是没发哦。啊，上品、中品、下品，共同的条件呢、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哦，所以老和尚说的，都被你给遇到了。你不请自己住世，你请谁住世啊？哦，这个法语又当头一棒啊！哦，那终身难忘了啊！
听的是相当震撼、啊。好，啊，孟子也说啊，当今之事啊，舍我其谁呀、啊？啊，21世纪最大的威胁、啊，忧郁症了、啊。啊，我们要让自己啊，身心非常啊，法喜快乐。你笑容很多啊，保证你亲戚朋友主动来找你，因为现在笑得出来的人就不是太多了。哎，好、哦，每天照照镜子啊，啊，嘴角要往上，不能往下啊。大家有没有注意，今天王老师他们一家人那个嘴角都是往上翘的？哎，那个金元宝掉下来啊，绝对不会漏掉。啊，你嘴角往下，金元宝啊掉下来都滑掉，留不住。哦，为什么说迎喜神？啊，你都是欢喜的，啊，那个财神也来了，啊，就很欢喜就进门，啊，我们这个愁眉苦脸呢，啊，把财神也都吓跑掉了。好，哦，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要有道义啊。多关心亲戚朋友啊！哎，我们现在人情味不够了啊，往往亲戚朋友身心出问题，哎，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得忧郁症呢？其实得忧郁症啊，那都可能都好多年了。我们真的有关心亲戚朋友。早就看到一些端详，早就及时帮忙所以黄老为什么说无情不能修道？那情义不足啊，那怎么修菩萨道？跟我们啊有缘的这些亲人，我们都提不起关心了，怎么可能行菩萨道？啊、哦，这个破迷开悟啊，佛在经上所说的，我们听明白，我们懂了。啊、哦，我们落实，把它做出来。啊、哦，布施，三种布施啊，是三种福报。把真因找到了。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我初学佛时候啊，张家大师这样教导我，教我要认真努力啊，修布施。啊，而且指导啊，时时刻刻心里头啊，有布施的这个念头。我们看到像这一句，我们反观自己，哎，我们面对一切人，哎，这个态度有没有想，哎，我能帮他什么？哎，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哎，这是可以养成一种习惯的。哎，这个指导时时刻刻哦，哦，哎，能这样做了，福慧双修，哎，都想着要布施啊，那这个修福了，都慈悲他人了，啊，时时刻刻都想着布施啊，这个我执就淡了。智慧就会透出来了。
哦，你看当老师的，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哇，他会很自然的，感得佛菩萨加持，好多好方法就出来了。哦，福慧双修啊。我们做好榜样给别人看，这里头三种布施啊具足。这王老师用心教孩子18年了，内财布施的，把这个经验讲出来，讲话这个。也算是内财布施了，把经验没有保留啊，这法布施了。大众听完之后知道怎么做了，心安了。哎，很想为孩子好，不知道怎么做啊，心还是不安呢。让人心安，无微不施啊。那海贤老和尚。哎，做的样子给我们看了，不识字，没有念过书啊，三种布施做到究竟圆满，榜样就摆在我们面前了。哇，他老人家辛勤耕作，他自己都不享用啊，都供养别人，甚至是啊，在荒年。救了很多人的命啊！财施，救了人的命啊，无微不施啊！他的法布施，好心有好报啊，那么长寿啊！他的法布施有还有什么？工作不妨碍念佛。这个都是他做出来的榜样啊！所以做好榜样给人看呢，三种布施具足。为什么不做好样子？做成好样子啊，这个人有福报、有智慧、健康长寿。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有发愿了，我要行普贤行了，要广修供养，要做好榜样了。那这一念心呢，感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护持哦，感应不思议哦。进修节要31拜一心观理尽虚空遍法界常住三宝十方护法菩萨这些菩萨都是发愿护持正法一念遍虚空法界不要小看一念真心的力量好，所以夏老说到了，自助者天助啊，自救者天救啊，这个自助啊，就是要帮助自己啊，成佛，这叫自爱。要尊重己灵啊！我们相不相信佛菩萨是法界身？佛菩萨是同体大悲，你看都跟性有关哦。
性为道元功德母。啊，你真发愿了，啊，要做三种布施了，要做好榜样了，那无量无边诸佛菩萨都会加持。哎，这个要靠自己去证明。承德自己、有一点点体会、因为我的中文最差、学中文的过程呢，气过好几个中文老师，气到他们当众骂我，我这个学生也太过分了啊，气到他们当众骂我。哦，大家都可以知道我的中文啊是啥程度啊、哦？但是相信老和尚说的啊，众生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个我不怀疑了，老和尚不会骗我，佛也不会骗我。把这个对中文的这种恐惧啊放下了。然后呢，老和尚又说李炳南老师教自诚感通，这个也不怀疑。那我们就用真诚的心啊，跟佛菩萨学习，跟祖师道这些老祖先的经典学习，好像就不是那么大的障碍。所以障碍在内不在外。障碍就在我们怀疑自己，我们怀疑老祖先呢，怀疑佛菩萨，把这个放下，我们的潜能呢，我们自信的智慧德能呢，慢慢就会透出来。这样就是请转法轮呢，请佛住世啊，不是请别人啊，先请自己了。好，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念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